米贝，我们是七个字，你耳朵都没听到吗？对不起。第二 round， 第二 round， 第二 round， 第二 round 是什么？忘了。好快哦！第二 round 要什么？你们要什么？那你们先想题目，我重开。嘿，哎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脑子里想到就是一堆气。我觉得动物有可能会用宠物蛋，所以我们要摒弃动物，我们要用器官。器官？你说内脏吗？真的很想要器官呢、欸，哪来器官呢、欸？对啊，卡马喜被安抓照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我们一个器官加一个人名，好不好？哈，人名，人名，估计都会变死胖子。跟你讲，谁的太难了吧？器官加人名。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吗？就是可能说我的，不然就是鉴定我们七个人好不好？是哦，七个人呢、啊，好像很有趣。如果要鉴定我们的话，就是限定实况组啊。那就限定实况组就好了。那、啊、如果我们不知道那我们自己想不起来那个人的 skin 怎么办？对啊，那、就不能不要随便 Google， 你要就。随便盖，你觉得他长得像怎么样就盖，好不好？你说最后用音译的方式吗？把他的头召唤出来就好了。开好了，开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不行吧？不行吧？记得挡一下 IP。天哪！所以就是那个喽，那个一个什么一个实况组的名字加器官，好不好？啊？实况名字加器官，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？举个例子哦，譬如说，秋风的手很痛。你这还要形容词的、哦？我们四分钟嘴一下，五分钟就关掉。四分钟，就是那个什么，是有限定字数吗？那什么，五秋风喉咙有点痛，类似这种感觉。有限定字数吗？感觉不会这么。这么普通哎、欸，如果出的题的话，出的题目不会这么普通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可以不要跟大便有关吗？请不要出脏关呢、啊，我怕这边整个变成屎尿台不好啊。哦，不要，大便不是器官哦、啊。不要出现那个东西啊！啊，我们有没有限定？我们有字数限定吗？有限字数吗？要，我觉得应该还是要限字数比较好猜了。那几个？你们要几个字？实况组跟器官是不是？那七个字好不好？七个字才有发挥的空间吗？七个字，你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吗？实况组跟器官是不是。再举一个例子哦，那个，巧克力肛门生痔疮，类似这样。感觉好难。又下去，又下去。巧克力肛门生痔疮，哎、欸，八个字哎、欸，太对不起，超过了。你又下去，肛门伸出巧克力七个字，反正里面只要有含器官的那个名称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不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啊。那个字太多了啦，如果是鬼鬼什么，你可以打巧巧啊，巧巧用什么？你就不要出我就好啦，类似这样子好不好？可以出其他的实况组啊，你不一定要出我啊，对不对？记得七个字哦，在场的，出在场的七个字哦。你比较好干啊，还是要限定不在场？限定不在场吗？我们不需要去表人家了。我本来还想限定在场的嘞。我一定出不在场的。你又要出阿靖了，对不对？你要马上出你的好朋友。然后再打饼，你干嘛这样说啊？阿靖飞上了天。我就知道你一定想出阿靖。阿靖吸气飞上天。阿靖的身体像什么？什么饼？太坏了，太坏！所以还要再举例吗？还是你们要改八个字？其实我已经想到了，我也想到了。那就不用改了，那就不用改了。嗯，器官，那开始喽。啊，还没有彩虹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已经开始了。哎、欸，嗯 ，OK， 开始喽。开始啊！当然是这个七个字哦。一个字跟器官有关，七个字器官有关，器官，
我觉得这个要知道梗欸，不知道梗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会乱改。嗯，然后这个字不好打，这个应该不算冷翻吧？那个好难哦，我想不到欸。我要思考一下。好了，这个我们要表不在场的人吗？嗯，会不会都是同一个人呢？这个可不可以？这题目行？不是那个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绝对不是观众出的题目太好了。这个绝对不是猎奇像，你只要有看过那部动画的话，我的蛮猎奇的，这绝对不是猎奇的。这个可以吧？我要按下去喽。这个题目是观众提供的，所以不能怪我。那还是怪你啊，是你放上去的。对啊，你干嘛跟观众讲话？好。本来想出什么脑袋空空之类的，脑袋空空好像也很，好像有点。可是我觉得，搞不好大家都会出脑袋空空哎、欸，我还知道。作为一个优质实况组，就是会使用观众的题目，所以、欸、嗯，就是这个了。然后我出好了，怎么少一个人？等一下，我少一个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有人没有踩压力板吗？哈记脑袋空空，哈记还没出题、啊，我还没出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想一下。他记得那个头部是箱子，你觉得？自己表自己，我帮你出好了。对啊，帮你出好啊。哦，等一下哦，哈记那里不会硬。哈记脑袋空空空，你在空空空、欸。哈记那里不会硬，很棒哎、欸。什么鬼啊？那里？哪里？那里？脚麻安枕走。嗯，哈记膝盖没动桃。哈进去。哎、okay、哎、欸，出完了，出完了，又不是，又不是很烂。那次有没有？为什么啦？你看我不知道怎么盖啊？为什么啦？哇！没有，为什么要出死人呢、喔？巧克力不会是选到我的？你被你烂透了。我觉得没有很难，只是我要想办法盖出那个东西。我要来照镜子啊！哇，好盖，这么好盖，绝对不会盖错的啊！而且猜中了，很快就猜到了。好，看哦，这个好伤人哦。不是啊，这个要怎么盖它的特色？没有特色，对吧？又不像巧克力，只要盖个可可豆就好了。谢谢。那阿静要盖怎么盖？阿静也没有特色啊，黄黄的一片。你忘记了吗？上次盖个皮卡丘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嗯，这个好意象哦。嗯，没有现实的吧？是比较。现在有现实吗？有现实吗？没有现实，没有现实。你专心盖。嗯，不要这器官怎么盖？哦。嗯，啊，嗯，要怎么盖啊？对啊，好难盖。嗯，我连我自己都不会盖啊。完了，我觉得太艺那个太艺术性了。器官看起来都一样啊。器官看起来内脏，他做的是内脏。我总觉得我自己盖的好丑，完全不能怪别人。我觉得這太意象了，颜色感觉怪怪的。好惨了，我都完全不太会盖了。好挫折哦！感谢订阅。每次盖出去知道是什么了。
我自己盖自己是一件那么挫折的事情。我盖完了，那个你什么？你自己盖自己哦？对，而且我好挫折，我好不会盖、啊哎。我说不定题目里面有八个都写巧克力，好不好？烂透了，公敌。我盖好了啦，七个字还八个字？七个字。可是巧克力三个字，你能发挥的字就只剩四个了，真可惜。对哈、哦，你头。哦，这个一定猜不出来。可是都放物品展示框，其实我觉得就很奇怪了。拜托，只要有这个东西，都知道是它，好不好？我也觉得我要盖出创意，不需要盖出那么完美。哈？我好了。哎、欸，悟性这么快哦！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盖啊，就是乱盖一个。那可以呛他，可以呛他吗？快一点！可以去呛了，要可以去呛了，要多久？有四分钟呢，要多久？这个也太要多久？是哦，米菲，你不要盖这么久，因为你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盖出来，还是会被人家嫌很慢。太难过了，会不知道你时间花到哪里去。哎、欸，我很努力在想哎、欸，可是这东西真的，我好挫折。我觉得这太意象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不用太多，有人看不懂。触底我觉得触的不错，可是我没办法，我的诠释在哪里？啊，东西要，我觉得靠着这个就够了。觉得有观众觉得讲得很好。多盖一个这个会不会？哈基坏了，这哈基做坏了。他看得到吗？不够大哦，可是。题目就是这么可怕啊，所以我盖这么可怕 OK 了。重点不是好看，是要盖出这可怕。对胜哈基和米菲，好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五分钟了，好，我 OK 了 ，OK 了，我去按一下。这到底是有说要不在场的，啊、还是说在场的也可以？没有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、哦，都可以，好了。感受到这个意境啊！哦，这这什么？是谁啊？这看起来就是巧克力啊！是人吗？我一进来的时候，我惊讶了一下、欸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啊，不懂，这是什么鬼？啊！是他有什么动作？看不出来有什么动作。这什么？哪里口嘞？香伟，完蛋了！我认识这个人，怎么办？是正面吗？嗯？这什么？靠脖啊！啊！看一下，下面这是什么啊？猪鼻子。还有这是什么？七个字。带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纸片吗？这是有另外一个实况组吗？还是这是什么？我看不懂哎、欸！天哪，这是像鼻孔之类的东西。巧克力，你要相信，应该是你们应该是，我也是觉得是这个。还有这是谁啊？我看不出来是谁啊！我连这是谁我都看不出来。我被追杀哎、欸！好嘞，我看不出来是谁、欸。我只能猜出这个答案了。我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但不知道他的动作、哦，不知道他的气功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哎、欸，啊，哎、欸，嗯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像大便之类的东西，这真的会要这样子吗？有必要这样子吗？我不懂这个梗啊，我不懂他最后的那个最后的用意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放这个？有点看不太懂啊。我觉得只能按照我原本说的猪鼻子来猜了。不对不对不对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哎、欸，这样子、嗯。这个到底是七个字吗？看错是谁啊？这个梗啊，那个有些梗太冷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猜。大雪、啊、不知道是谁啊？我猜成这样好了。至少我确定那应该不是那个人，只是这样子我真的看不懂。这样子吗？
好笑，那就掉下来啦，掉下来啦，我不知道，天哪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七个字。米菲，你有写七个字哈？有七个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啦。你这已经被记小过了，已经变小过了。太坏啦！不秀查看。好了，来啦！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那个梗，我就不晓得啦。又是巧克力、哦这个，为什么又是我？为什么又是同一个人啊？为什么是同一个？干嘛啦？哎、欸，幸好这个没有器官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可见那个多红啊！哎、欸，我到底招谁惹谁啊？你平常我会不会全从头到尾都盖同一个人呢、啊？他们今年是盖两个一样的人了、欸，我也要用同样的盖法。盖同样的东西出来，我要用崭新的盖法盖出自己。我要用同样的盖法，完全不想想新的盖法。怎么呈现他的意境呢？展现不出来，太好盖了吧？啊！大是跨龙伯，完全不想想新盖法。啊的，来找一下。喂，在背后。啊，还是稍微盖一下好了。没有，就这样啊，也没有其他方法。这样太偷懒了吧？超级崭新的盖吧，盖起来好恶心哦，好恶心，惊哦。反正只要有这个，就知道是我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呈现啊，真是。好了，我不知道这是，我想不起来那个颜色。天哪！我知道他的 skin 长怎么样哎、欸。我觉得这个最好啦。这个吗？这个感觉没有这么好啊。这个比较好，虽然它的样式比较好。我想不起那个鞋子的颜色，我想不起那个鞋子的颜色。天哪，大想不起来，太厉害了！要用这个吗？不要，我要用这个，这个比较好。完美啊！好了，我也要按下去哦。这个人实在太好盖了。要多久？闭嘴！差些。要多久？超屁孩！天哪！我不知道原来实况组会有年那个心理年轻化的趋势，这是一个新的研究。越活越年轻，是越来越屁孩。要多接哦。我们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发挥出我们的意涵。小黑蛋。你确定我把那个颜色用统一的，他们会看得出来？好像闪亮亮感觉更酷，盖超好。完美完美，不行了，掉出来当然就要洗衣机啊。稍微做个，我觉得都猜得出来了，一定猜得出来了。这个没有其他人可，这也没有其他人了，这个绝对看不出来是谁啊。他、啊、看这个看不出来，就去看宝箱就知道了。四分钟了，要多久？好了，这器官真的好难哦。我觉得五分钟限时很好吗？连要多久都不喊，那你还是在喊、啊？系统在嘴你啊！现在因为没有时间限时啊，所以当然要嘴。刚刚还是继续嘴啊，有差吗？这米菲和哈基都盖了很久哎、欸。
而且米飞盖那么久，完全就是还是没有用啊。什么意思？不符合经济效益，不符合 CP 值，对不对？没有 CP 值可言，超低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完成完成完成了。就这个人物啊，讨厌。人家只要被嘴一下就，我、哦、完成了完成了，不盖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好恐怖哦！欸、为什么又是他、啊？好恐怖哦！这是什么？谁这么恨他？啊？好恐怖哦！我看不出来是谁，是什么外眼、啊、眼外嘴斜的。又是他、啊！你是什么？这有什么关系、啊？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会跟上一题一模一样的答案吧？嗯，这是什么 crop？ 哎、欸，天哪，有不同、啊。这是谁啊？在哪里？你看他只放这个，不猜这个人都不行。其实我觉得这一轮好像各种人身攻击。啊，这样这个是谁啊？心脏，这个是谁啊？还有这个是头吗？这是史蒂夫的头吗？可是要有器官啊。哦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巧克力都你害的啦。不懂这是什么？屎尿台，结果全部都变屎尿台了啦。那、啊、这个是什么啦？真的？是你们的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不懂这个啦。这是什么？对呀、啊，等一下要不要看一下有没有撞题啊？哎、欸，我这边都是心脏台、欸，心脏外科是不是、啊？心脏台，你们人生的目标就是成为心脏外科医生。有啊，你们这样讲，我是能够理解是这个什么、啊。可是这个，可是这鸡是什么意思？鸡是什么意思？这题目好过分，我只好这样猜了。对啊，超简陋的哎、欸。我这个了好了，这个，不是腰啊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，偏左心不明呢，就是心脏的所在地啊。对啊，这个才有七个字，这个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应该要写了。哎，那个是不是有人把我的例题拿来当做题目来出啊？哦，等一下，我改了字哦，孟破，等一下啊、哦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还没好啊，还没按的。你我把它拿出来，好了，踩中，这样才对。我估计是这个样子，我真的我，你看，左边哦，根本就应该是那个样子，我觉得盖的也没有很好。啊？哇，这个好过分，又是巧克力，又是我，我终于看到不同人了，我终于可以盖不同人了，我终于可以盖不同人了。我盖这些人呢、啊？这个我盖了三题都是盖自己。这个能盖吗？这个怎么盖？我不知道它的表代表物是什么。为什么一定要用代表物？因为他们连人都听到这样都感觉想要偷懒。哇，来盖一个认真版的。你终于要认真的吗？至今为止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不认真版，真的不认真版跟认真版。那你至今为止到底做了什么？对，这个一定是巧克力出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为止看过最好的一个。最好。只是我突然想不起来。嗯，我已经用了无新意的盖法了。了无新意，真的。嗯，看一下哦。不要，哇！按错，嗯，啊，在哪里呢？好，被黏住了，你竟然盖蜘蛛网！
好了，再强调一下好了。这里再强调。我干嘛那么认真盖自己啊？我这个非常的愤怒啊，莫名其妙，好恶啊！天哪！我不管，两种颜色解决一切。两种颜色解决一切。好了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我觉得我盖完这个会不会编台啊？人身攻击被编台吗？各种攻击，我编死你们啊！我监死你们啊！这是替身攻击。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。好啦，很像了啦，不盖了啦。就是这个。其实我们题目是不是不会会不会只有纸片、巧克力、阿进，没有其他人呢？真的哎、欸，我目前看到只有三个、欸，我有出一个其他人的，你有出一个其他人的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欸、我想说这三个人其实都还蛮好盖的。你们真的有事吗？哦哦哦哦！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在哪里。啊，找到找到找到，能够就好像是烂透了，好大一颗。好恶心，就是说恶心啊。好啦，要多久？也不会，还跟你们聊天聊很久，忘记按按钮。要多久？啊！我想，好想赶快结束这一 round 啊！想看最后变什么？我们今天搞不好可以多玩一 round。不是，超不想要玩这一 round 啊！赶快结束好不好？三分钟就传走。锵锵！三分钟会更刺激。哈基，又是你！哦，等一下，还没有五分钟哦。大家已经呈现放弃状态。我歪掉了吗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这个盖得很好啊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大家已经呈现放弃状态。放弃治疗啦，快点！超丑，臭死了！我觉得我真的好臭，我不要看他、欸。而且我觉得他有撞击的感觉。哈基放弃治疗喽！他什么？巧克力无时无刻都在让我们解脱啊！这个盖得很好，不行，我觉得这盖得很好。哎、欸，三百了，已经超过了。OK, 就这样子。真的，让我早点解脱好不好？这是什么 ？OK， 这个蛋，这个蛋没了。哎呦，怎么又是他？哎，我要自己猜自己啊！怎么又是这个？哇哇，这是谁？怎么又是这个？哎、欸，怎么又是同一个人呢、啊？这是怎样？这是什么？哇，器官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没有问题吗？這個、等一下，这个是哦，秋风，秋风，你的半立体真的有人拿出的啦！对啊，然后一模一样的，我估计这个這是谁？这是上一种重新的，谁的吗？我自己猜出这个，我觉得好烦哦、喔，什么意思？还要自己打到这个，哇，好玩哦！是马赛克的意思吗？为什么我一定要自己猜这种烂东西？烂透了。嗯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平常的时候那哪些人那个平常不得人缘这样。好，等一下给我老实说，题目是谁出的？那种人身攻击啊！天啊！对啊。这算是器官吗？自己打出这个莫名其妙，打自己，赏自己巴掌。盖的一模一样哎，都是一样的东西，都是一样的东西吗？为什么要自己求自己？还要猜很惨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把自己猜的超惨的。秋风是你啊？秋风，等一下那个字我不会打。那，你又像大饼那个吗？哪个字啊？不是，痔疮我都打出来了啊！真的有痔疮哦！天哪，真的有痔疮，烂透了！真的有，真的有。等一下哦。哦，这个是暴力。等一
等一下来算一下到底几个题目有提到同一个。我们这是在测试谁超不得人缘。我盖的三体好像都跟巧克力有关啊，至少三体。这个巧克力的出现频率真的很高哎、欸啊。你们到底要干嘛啊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完全相反。为什么最后变得不是巧克力，为什么变巧克力了？现在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个，本来不是巧克力的，后来就改一改就变巧克力了，还是变成全部都改成我吗？这个是什么？一个一个你干嘛出这种题目？我盖的、啊，不是我出的，等一下这不是我出的，巧克力的头裂掉，哇！哇，是谁出的？是谁？头裂掉了，这么一看蛮像。是你出的、啊，好歪哦！头壳坏掉，就是你出的、啊，连好畸形，是我出的，脸上器官吗？连好畸形是谁出的？我出的，我出脸型畸形。哦，哈记出的，那谁盖的？你看，那是我盖的，哈记猜连好畸形不是吗？对吧？对啊。你看，哈记猜连好畸形，那谁出题的？米菲出。对啊，就是米菲啊。不是，可你的头裂掉。巧克力的头裂掉、哦，裂掉是我出的，我搞错边了，被搞错边了。米菲出的巧克力盖，他自猜，那这个嘞，谁盖的？盖的，连好机，裂掉，巧克力的，等一下，好像蜡笔小新哦、啊，这个猜的怪怪的哦。巧克力非常机关，这个是人，难怪，难怪有机关啊。他有在说要配电台的东西，等一下，全家都奇怪啊！鬼鬼盖的，我一不敢直视，然后我也不敢看瞳孔，快快！盖的这我猜的，我根本猜不出来啊！猜题目吧，快快，根本就不敢猜，好不好？天哪！乖乖，乖乖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乖乖，我很想猜，因为那个是谁猜的？哇哇哇！纸片眼睛，真的超惨的，是流血吧？那个是我出的，这超难的，我超久，我不知道。纸片掉下猪鼻，你们完全看不懂你在干什么、啊。纸片掉下猪鼻子，没看得懂啊！猪鼻子掉下那么多东西，感觉是猪鼻子。它是放大吗？眼睛放大？我是眼睛放大。哦，好大！变成掉下，看得懂哦。这个样子你没有拆成巧克力，真的是哦，没有纸，难怪。纸片掉下猪鼻子，再买个猪鼻子。纸片写的纸片，你盖我干嘛？纸片在对啊，是干错啊？纸片猪鼻子啊！啊好，没错。纸片猪鼻子模型哦，猪鼻子哦，鼻子，我们猪鼻子有猜到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全年纸片猪鼻子了啦！啊，怎么晒啊？部位错了，眼睛变鼻子了。对啊，纸片有个猪鼻子，纸片猪鼻子，哎呦！好烦啊！巧克力现出心脏，这我出的，我应该还蛮好心的吧？这个人好偷懒哦，巧克力啊！鬼鬼被显了，偷懒哦，好偷懒！你们看一下这个红，这里有一条线，哪里？超偷懒的，异象派。没有拆线的人不对，巧巧的心脏跳出，会干那个，好险我猜巨人的那个。偷懒的盖自由，我也用偷懒盖吧。你看大家都偷懒，那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好偷懒的啊！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小黑人呢？小黑人又变黑人了。猜的没有错啊，成功了好不好？啊！巧克力上掉出，哇，好恶心哦！哇塞！在糖掉出来，盖的好血腥哦！在糖血，巧克力在糖血，巧克力眼睛都没有了。这个其实巧克力它是对你最好的、欸，盖的最完整的，真的有感动到。哦，悟心，你刚刚人身攻击完，心里有不甘？不是、啊，我也盖了三次了。可以用肝脏攻击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好难，我出的用肝脏攻击看得出来。
谁出的烂透了？我出的。哈？没有，那是肝脏攻击，为什么要放一把剑？能放一把剑？肝脏攻击是前。肝脏攻击不是那个吗？第一神拳的。对啊，那个梗。第一神拳的招式啊。那为什么会放钻石剑？因为没有看过的话就不懂啊。我看到这个，我完全不懂哎、欸。纸片肝脏有点贱，有点贱，孩子有点贱，有点贱，那就放一个钻石剑呢？铁剑，这才变成这样啊！有点贱，有点贱在哪里？有点剑被砍中心脏，下面宝箱有剑，有一个剑啊！我以为是被砍中心脏，各种纸片的天哪！刚好就砍了多久？火星哇！纸片被砍中心脏。高画质的纸片，高畫質哇哇，进化到16 bit 了、欸。巧克力拆歪了啦！他自己就是弄在心脏的位置啊，在左边。什么？心脏中一箭？这心脏中一箭，还很有像中。那形状怎么会像心脏？那、啊、米菲的盖法我怎么知道啊？什么？心脏中一箭，肝脏变心脏了啦！也是可以啊，只容你口。巧克力只容你口，怎么又是巧克力啦？只容你口，几个巧克力啊？干嘛啦？好恶心哦！只容你口，不容你手、啊。只容你口，好恶、啊！这是谁出的？谁出的？是我出的啊！我出的，就只容你口，不容你手、啊。盖的也太神秘了，是嘴巴吗？嘴巴、啊，巧克力只容你口，好意境哦。为什么要用这个粉红色的啊？舌头啊！巧克力肛门便便，谁猜的？肛门便便，我以为我看起来这边很像肛门哎、欸。哈？不是肛门，我自己都没，我自己都不晓得那是。你我肛门就长这个样子啦！人体模型的剖面图啊！肛门才长这个样子啊！好吧，很像那个卵巢的地方。你们看一下那个材质包里面，那个叫雏菊。雏菊菊花，雏菊菊花。哦，这也太歪了。谁猜我的？你非猜你的啦，害我要自己盖我啦。小丑不小心拉了米菲，我感觉得我盖看我那个死开多死啊！不小心拉了，你怎么也盖小黑人呢？又是小黑人，你看那个屎有多臭的感觉。本来是只容你口，变屁股喷屎哦，太痛了，臭死了。这个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不懂。用拉屎还有人盯耶！瑶瑶的屁股好大，我哪知道这是瑶啊？水牛，水牛瑶，我不知道那个梗啊。这谁知道？瑶瑶的屁股好大，瑶瑶的屁股好大。说这个也不能盖什么、啊。水牛，这是水牛。这真的是不知道是谁。瑶瑶不是这样盖啊？不能是水牛啊？巧克力怎么变巧克力？是哦，你就变巧克力了。然后可以讲谁拍的吗？哪里巧克力有什么仇吗？婆婆干我屁事啊！我根本不知道这怎么办呢、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梗。在拉倒，是这个东西又来了。什么？巧克力带血？好巧克力，为什么要带血？我以为是肛门出，肛门有肛、哦、有痔疮，所以才拉血。好热哦！哎呦，哦，全裸的，天哪！我想说，范例的题目怎么出来了？对啊，就会吃到全部的巧克力。然后最后我要自己来猜这个，我还猜的完美啊！为什么？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会肛门还拉出血？不是有痔疮是什么？哎呦，你看这个没有部位啊，痔疮不是部位。对啊，这个只有痔疮流血，没有。没有那个、啊、巧克力，你猜的没有器官呢、啊？想说痔疮就算是一个部位的器官啊，是痔疮是病名。阿进肚子我太高兴，痔疮是吗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阿进肚子像大饼，最棒的题目来啦、欸！我后面好像有猜对，巧克力忍辱负重就为了这一刻哦，真的是忍辱负重就为了这一刻啊！忍辱负重，屁股，臭屁股。
做饼干。做饼干。屁股做会变成做饼干吗？哦、oh. ，这是他的屁股啊！原来是屁股，你用什么盖屁股啊？哦，原来是屁股哦。屁股啊！哎、欸，可是我好像有拆回来耶。有，好像有，我好像有拉回来。阿进肚子像大饼、欸，太神了！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地方很像肚子的位置啊。哦，居然拆回来了，太猛了吧！这是我盖的凸肚脐。阿进的肚子好大。好大的肚子，好大的肚子，阿俊的肚子好大，我还放一个饼呢、欸，饼，米飞，那是饼，他是爱吃哎、欸，我怎么会想到他吃饼呢？米飞，你这个太不尊重阿俊的米飞，来人啊，喂公主吃饼，太死了，太不尊重了，喂公主吃饼。饼可能要再多盖几个。忍辱负重就为了这一刻，可以的。你说是杀米飞吗？再要再考一题啊！我们限时那个1分50，1分3分钟啦，180秒。然后5分钟不是已经很惨了吗？成语就好。成语也太难了吧！成语4个字就好了。成语太难了吧？成语，然后。180秒，还有180秒可以传送吗？要去改，要哈自己去改。哈自己能不能改180秒传送？我试试看看。你给哈自己在改的时间内的，你在给哈自己在那边改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用4分钟，然后直接传过去算了。啊啊，那再重开。哦，烦死了。巧克力的乳房，你塞成巧克力，我不知道那个梗啊，我不知道那个梗，我其实也不知道，可是巧克力很衰，有没有？所以应该要出就是不在场的比较好啊。我最后看到一个完美的，我觉得很开心了。